各位好，咱即马开始上课哈，大家请起立。今日大家请坐。大家同心平安。哦，够辛苦。讨论一下，咱台湾民政府就是有迄个历史的责任的。帮战者，也嘛是革命先行者、创造者，这是无简单，因为对咱的必须定的生命来跨出伊的贡献，甲对台湾的疼，那无生命的价值，迄个疼无高价。我从那个秘书长在。从中国逃难到金门的那些画面哈，给我很大的感动。有没有看过秘书长所写的《出逃中国》啊？那里面写的很清楚。那给我更大的一些的激励是，我爸嘛是对毕淑定讲，我是牧师啊。你是即马台湾在背台湾的十字架，就必须定高讲，哦也不是哦，我不是耶稣啊，耶稣是背真正背十字架的，迄个是几多搞圣经安尼讲哈，也是信用的，牺牲甲生命的价值，诶，甲存在，这是人。在世间应该常常来有讨论的空间，嘛是爱常常思想，咱的生命较有价值。所以台湾人本土台湾人来创造，因为毕淑定的眼光哈非常好的远见呢，他可以从这个台湾民政府从战争法、国际法、万国公法，这样的里面看出台湾真正的活路。所以，若不是他的智慧，不是他花了更多的时间，而且他亲身体验到，从本来是帮助他认为的秘书长认为的，周国啊，中国是他的祖国。所以他用这样的心，把他在台湾所赚的钱，来帮助中国，甚至进入到上海、四川来建学校。那十年、十一年的时间呢？花了那么多的心血、智慧跟财力，帮助中国人，特别是少年人，把四川省的88个。高中生，能够凝聚在一起，然后吃住免，然后来造就，看看能不能造就有多少的毛泽东，这是当时他想秘书长想的，因为让中国能够更强，唯一就是要受教育嘛，所以他就帮很大的忙，安尼想袂到，想不到。看到，因为老共呢，找出，哦，原来这个林志森董事长呢，总经理呢，是早就跟台湾的李登辉，的特使跟他们见面，那见面，然后一些的情报会有一些的互动嘛，所以老共查到以后，就开始叮咛，让人毕淑定。秘书长，然后差不多一段时间，最后就把财产呢慢慢的没收。哦，一般的公安人员哈，一般哦，不是组长啊，不是组长啊、主任级的这个警察呢，一般的公安人员，只要看到哦，这你的学校这个不合，哦，你那个这个缺什么，然后不听哦，对，都要罚款。罚款呢？那罚款到，
几百万，甚至几万的人民币，还有十几万的人民币，甚至也上百万的人民币，也被他被老公没收。就他发现说啊，安尼唔对哦，财产会当无，但是性命干那几多年，所以他就发现只有想办法逃走。 但是没有办法逃啊，因为差不多一两个月的时间，从四个公安把秘书长，我们的林秘书长软禁，然后软禁差不多一段几个月的时间的时候，就看到说，哎，这个公安人员对秘书长说有信心了，啊，应该不会发生什么事，本来对细爷啊变成冷爷，然后两个的时候有时候就哎。 给他小费啊，这个公安说啊，嘿，你这样啊，秘书定格说应该多一点，因为爱帮咱你家己的家庭，哦，给公安都高兴了。这个不注意的时候，刚好就趁这个打电话的机会，安尼逃走，从四川逃到上海，不规律啊，不能坐飞机啊，因为证件拢无啊。 对，到最后就到厦门，然后厦门逃到金门，所以那个偷渡的那个船，类似船夫老板的说：“啊，你是台湾人，逃到台湾，我头一次听到，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哇，就开始还是用钱花一点钱，给他，然后就坐这个船。” 然后下到金门，那秘书长到了晚上，快到金门的时候，不得不下，因为那个老板说下船，那下船到水深到什么程度呢？到胸部这边，然后走一个多钟头，然后前慢慢潜到膝盖，那膝盖以后呢，哇，真的走不出去，因为会疼，脚疼，不是脚麻。 卡铁啊，因为这个贝壳啦、皮鞋啦，都弄掉，没有办法了，所以底下卡这一根柱子在那边休困，然后对上天祷告，哎，啊，上天祷告说：“上天啊，财产我都已经奉献给中国了，生命只有一条鸟，假若你给我留着这个生命。” 我下半辈子，我一定奉献帮助对台湾的志工。这个就是秘书长的转变。从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来看是，真的是上帝改变秘书长，然后看见台湾的需要，所以他就愿意奉献。咱今仔日来家，嘛是生命的机会。 让我们生命的价值真的有意义。虽然我们是说革命先行者，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台湾人的需要就是你甲我的参与。台湾人的真正让台湾入到国际正常的国际地位正常化，国际地位正常化，嘛是靠恁咱。 隆重的产物，所以我讲这些也是看见一个人得到智慧的时候，他一定会付出他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来思考中华民国为什么会安尼阿爸，然后来到台湾改变整个的扭曲这样的事实，是因为。 过去的中国人，也是从最先的中国人，也是没有把人当做真正的生命的价值啊。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元朝的时代的人啊，中国的元朝啊，不是国杀这个元朝哦，听到哦，注意听哦，是中国人的元朝，只要结婚，第一胎。
他们一定把那个胎儿摔出去弄死，因为他们结婚的时候一定要给部落的人试试看，睡两三个晚上，哎，气跨买呢，哪里有这样的？所以没有把生命当作生命，所以生的第一胎不是先生的，一定是那些有头有脸的部落的人。所以从这样的非常残忍的这个背景呢，所以一直到现在，我的姐夫也是辽宁省啊，现在我谈到这个民政府，他真不乃羞气了，很生气了。哦，你们李福全啊，那我以前的名字是李福全啊，我把它换，不是阿浩国亚富，李福全啊，你要推翻中华民国嘛？姐夫啊，凭良心啊，你来到台湾是逃难过来的呢，你没有跟我们台湾一起作战，然后你们说光复台湾，哪里有这样的历史？什么光复？然后你看你的薪水，你养我姐姐的，还有你的孩子，这个薪水也不是中国人给的啊，不是中国人啊，不是叫山东好利啊，是台湾人民的血汗钱啊，对不对，姐夫？我当然不能变我的姐夫，但是属实就是安那样，事实给我。哦，那时候他慢慢知道一些事实的存在的时候，那个观念也是改变。那到最后说，好了，那真正台湾民政府对台湾真正好，安尼袂歹啦。那真正好，嘛袂歹啦。哇，我说嘛袂歹的，还好一点点，好像是这样的。那我们真正亲身体验的，本来就是好啊，好就是好啊，那里嘛袂歹。所以同样的，今天台湾本来是中华民国来台湾，拢本来是啥物拢无，但是今仔日我们看看。特别是他们的党产，马英九不是说哦，党产要归零吗？那不但归零了，那个零越来越多，零越来越多。我十几年前我去巴西的时候，去访问教会。那我们经过乌拉圭、巴拉圭，好，就他们说，导游说里面就是小的台北市啊，那都是中华民国的党产已经建构台北市，还有蒋经国路呢、中山路呢，丑好丑个，跟别人的国家还要放中山路、经国路，还好没有说英九路，我不晓得。但是我们回到国际法，好，我们看看美国的看法，对台湾的看法，我们来回顾一些历史。1951年11月22日，美国驻法国大使Bruce 在巴黎致美国国务卿电密电提及，国务卿称我方正在研拟条约或协议，承认国民政府实质上的状态就是流亡，流亡必属定共，也是战争法的角度。你流亡政府，就是你不在你自己的国家建构你自己的政府，是你把你原来的名称带到你原来国家以外的地方，那个就是流亡。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说，诶，为什么要称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不好听啊，不是歹听呢，属实呢。就像我们三四十年前
高沙族原住民的少年人来到都市，还呐、啊、还呐、啊、还呐、啊！你骂我们还呐、啊？我本来就是还呐、啊，那不会安呐？我不能成为平地，变成你们闽南人、台湾人、客家、客家人，抹啊抹阿娘的啦。结果我跟我的太太结婚以后，我的太太是西雷休假，嘛水哦，嗯，对我来讲了哈。然后他跟我讲一句话说：“什么是欢呢？无道理、无合理，阿爸的人真正欢，是不是安尼？对唔？哦，安尼加载。”所以今天会有不同的看见，我们都在民政府都可以看到，这个是实在是恩典哈。好，在1990年6月28日，《中国人民日报》吴修权所撰写的40年前的联合国之行，我们可以来深思探讨。第一，美国国务院特别顾问 Dulles 以反共反华罪著称，是顽固敌视中国人的一个美国代表。那这个中国的代表呢，吴修权呢，在11月28日下午在联合国安理会演说中引用了1943年开罗宣言、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宣言跟公告不同，那实际上宣言跟公告是意义差不多，但是在国际法跟旧金山和平条约或者是马关条约条约甲迄个宣言无同的意思。宣言是干呐？纪念啊，就记载啊 ，memory。啊，干那一些的记载手册而已，不是国际化，不是国际化的条约，真叫无共。但是这个两个中国人，这边的中国人，还有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中国人，都是一样把宣言公告当作条约来看。因为看到说啊，令台湾人就是安尼啊，讲一下就你们也差不多了，好骗好骗，不是跟他好骗好骗，家己人骗家己哦，那个才是糟糕呢，对不对？自己恐吓自己，自己恐吓台湾人，恐吓自己台湾人，哇，中国很强哇，比美国很强个好几倍。10年以后就是中国的时代，你看看，所以这个都是问题都在这个地方，所以造成当时的杜鲁门，在中国的言论里面啊，当然他们这个吴修权是说，台湾地位怎么是未定论呢？是应该是我们中国的领土了。但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奥斯汀呢回应说，美国未曾侵略中国的领土。哦，这个是我看看这个地方。好，这是他联合国大使的时候，1950年11月30日，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案。那这个是12月7号，1950年12月7号，联合国大会委员会表决将中国提案搁置辩论，相对的将美国所提出的中国侵略朝鲜案呢，也进入到列入联合国的大会议程的案。那我做一个解释哈。这个两件事情，在1950年，刚好还是在战争时期嘛。那战争时期，开罗宣言是三个国家的领袖，
英国、苏联还有蒋介石，这个三应该不应该讲三国，因为中华民国哦，那时候中华民国还是算对面的中华民国。那他们在讨论开罗宣言说，哎，那台湾澎湖应该从马关条约在满清时代割让给日本，因为日本侵略中国，所以他们日本才有这样的机会，所以他们这个三国领袖在讨论的时候，后啊，那这样的话也应该归还你们中国这样，啊，那时候是称中华民国，那到了，但是有一个但书，在这一段时间，只要不侵略他国，那这个他们那个 memo 的记载是有机会把台湾澎湖周边的群岛来给中华民国，但是还没有谈到的时候，还没有结束战争的时候，刚好就毛泽东就进入到韩国朝鲜，然后有南北韩之战争就爆发出来了。美国很聪明哦，因为他不是说在 memo 记录当中呢，记录时里面的小车子说，哎，要把台湾澎湖给中国，啊，刚好那个机会就美国这个小也算说救了我们台湾，所以那时候就说提出中国侵略案。那中国侵略案呢，他们因为中国侵入了韩国，所以一些三国领袖的这个 memo 呢都不算，因为你本来有但书嘛，你不能有侵略他国，但是那一段时间刚好侵略朝鲜韩国，所以就在联合国大会表决的时候就在那边辩论，所以有两个案，一个案是说中国提案说美国侵入台湾，哦，所以这个是也要给联合国大会来表决。结果是他说好啊，既然侵略台湾，秘书长讲过，联合国就告诉他说你拿出证据啊，提出那个证据，到这阵哦，到现在还是拿不出证据，可见台湾不是中国的，所以跟中国跟中华民国无关系，所以联合国的这个大会的案子非常重要，所以刚好美国也提出说中国侵略他国的时候，他们联合国大会接纳，的确是有这样的事件，那接纳以后，所以台湾就不是属于中国人，不是属于中国的领土。好，这个知道哈，这个是背景。那今天的蒋介石他本来就在开罗公报里面要本来要扩大，但是因为这个侵入别的国家就已经违反了承诺，导致于使美国决定撤销台湾归还中国的保证，这是1950年6月25号，那是南北韩爆发的时候，因为中国就侵入韩国，这个是当时的韩战。好，1972年2月22日，尼克森和周恩来密谈五个原则，包括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以及美国尽力阻止日本势力进入台湾。可是，在旧金山和平条约，1952年4月28日签署，有48个国家签署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以后，这个架构里面呢，真正的主要占领全国就是 VGO， 就是在23条里面。好，
所以本来在国际法，所以我们秘书长非常强调说，不可将台湾主权移转于本土台湾人，或是承认台湾独立，也不可移转中国人。这边我们战争法最关键的一个两条命令，第一个，征服者、占领者不能移转什么主权。 第二个，流亡政府、流亡政权、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怎么会就地合法？就像我逃到你的家里啊，救喵哦，救喵哦，结果你们接纳我在你们家里帮忙啊，为着生活，结果。 你们帮助我逃到差不多五六十年了，五六十年以后就变成我老大了。你们地主的不算老大了，是逃难的人变成老大，而且你家有权利，会当决定你的领土、你的土地，还是恁迄个家庭的前途。你看逃难的人变最有权利。 安尼有合理无？当然无合理啊！所以很多人都说啊，不要紧啊，那个拢是咱的亲情呢。我今天早上看秘书长的所写的一篇文章，以后没有什么感情的，以法论事。 我们台湾民政府执政以后，都要理清我们的身份。所以你们有空可以再开今天秘书长所写的一段论文，一段文章，就是让台湾人真正台湾人就是有属于咱的台湾民政府美国所发的迄个身份证，那是真正台湾法理台湾的。 虽然本土台湾人，还是高沙族，特别是高沙族，不要以为说我你们我们住在这边6000年1万多年，这个都是我们的，但是在法里你没有办台湾民政府台美军政府所发下来的台湾民政府的台湾政府身份证，马西赶快也变成不是居留证，就是。 变成难民，政治难民，除非申请我们的台湾身份证，安尼清楚不？了解不？好，这个就是将来我们执政的时候理清这样的身份。我们看看这个在波茨坦，这个。 差不多可以了解开罗宣言跟波茨坦看，啊，这个三国领袖在那边。但是在真正台湾的地位，我们要重新看看，我们都很清楚，我们台湾在万国公法的架构内，哎，日苏美战，好，是我们是属于日本天皇。 那现在是美国的占领者，他是主要的占领全国，只不过是委托中华蒋介石集团来暂时管理台湾，所以暂时哦，所以委受委托的人怎么会变成老板？请求都亡的人啊，是安那变做老板，无安尼啦，所以遐尼济无合理。 历史扭曲，这拢是因为中华民国，所以我们重新在思考。那有的人，有的同心在问说：“奇怪，我讲师讲了中华民国好像一文都不值，为什么都一直在批判？没有好的政策，没有好的，好像政策是大家都可以开啊，可以啊，中华民国开很多政策啊。” 什么三三呢、啊？然后六三三呢、啊？很多政策都开啊。然后说台湾原住民，我们高沙族，
把土地租给你们了，然后成为自治政自治区啊，无改变，唔是干那无改变啊，常常抗议啊，抗议到什么程度？亲像阮高沙族伊迄个1988年、1989年、1992年，兴化土地游行的时。 兴化土地，哇！大家都非常的气昂昂，那个精神非常夺舍哦。那我们这个是我们我在长老教会当干事的时候，我们跟约翰尼第一任原住民委员会的主委，我们所策划的，1988、1989年哦。那还我土地，然后镇暴警察。 前面是虾米？你知无？拢是警察呢，镇暴警察呢。但是头一排是虾人？高沙族的警察呢，高沙族的镇暴警察呢。后来我们在那冲啊冲啊冲啊，结果内底有人讲啊，我的牧师伫内底呢，我的牧师伫头前，所以他也跑掉了，他不敢在前面，因为在前面的。 是排着，那第二排才是拿他们的警棍乱捅，真的捅到下体很痛哎。那这些都碰到，也是我们碰到这样的抗议游行。啊，那有改变吗？无啊，流血他们抗议啊，然后丢鞋子啦，哇！中华民国造成很好的。 新的历史是什么？照顾所谓的总统，用什么？二三层楼的那个渔网，呵呵，就个。所以只有他们才可以发明这样的。为什么？无法度啊！这个就是他们所做的工作啊。那这些都是。 碰到的问题，不过我们回到刚刚的这个我们台湾地位的正常化，那我们比照琉球模式，哎，琉球模式 Okinawa， 哎，后来本来被美国占领，然后他们就协谈，因为有返还的这个条例，所以就跟美国总统和日本的首相去讨论，把最后就。 Okinawa 还给日本。那今天我们台湾嘛是赶快往这个方面做一些，我们秘书长还有我们台湾民政府一直在尽力的工作。安倍晋三他们在无论在联合国大会演讲，因为中国都在侵蚀说啊钓鱼台是。 中国的，但是安倍晋三他们很清楚，美国也很清楚，前任国务卿他说，这个钓鱼台是属于日本的，那管理是属于日本，但是主权呢，他没有说，日美国没有说，但是这个是给大家空间，实际上美国很清楚。 这个是在满清政府的《马关条约》哈，写得很清楚，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及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为订定合约，哎，这是他们当时的这个李鸿章哈，他们本来是派副手跟日本谈这个《马关条约》，结果日本不接纳。 这个层级太低了，所以他们就要求最高的层级，就李鸿章派他的儿子李金芳来谈到这个《马关条约》。李金芳和美国顾问科斯达，哦，有100多个人哈、哦，订定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所订定的，所以谈判之下。 哦，他们也知道李鸿章进行讹诈、恐吓。哦，这个是日本他们
知道这样的状况，所以就逼李鸿章要签字，所以那时候就由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及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忠光在马关春帆楼签订的马关条约，这个两个哈，所以生效以后呢，有一次，我的印象是。 2010年，习近平还没有做中国的总书记之前呢，透过美国到日本天皇去谈台湾的问题。那台湾的问题，所以我来买台湾。其实天皇就有一条非常清楚的一条条例哈。 依照大日本帝国宪法体制下的皇室典范第45条，那边记载，土地物件定为世传预料者不得分割让与，所以不论是尖阁岛，是台湾也好，都是非卖品。所以谈到在这个1972年5月15日以前，原来美国托管的。 钓鱼台这个尖阁主岛，随着琉球列岛一并移交于日本政府后，在法理而言，日本政府并不能行使主权权利。那暂时仍然还是天皇的权利。所以我们有一则我们民政府的。 呼吁，而且公文声明呢，台湾人的旅行证件不是中华民国护照。我们秘书长讲，你知道那个现在中华民国挂虎台湾那个是绿色的 passport， 听起来好听啊 passport， 那实际上是绿色的。真正主权独立的国家的护照是红色跟蓝色。 那绿色是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的护照？是给我们送而已。说给中华民国、给台湾人说啊，让护照了。我们也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我跟一个牧师在辩论，他也不知道这个颜色是有关主权有没有主权独立的国家。让我嘛是有这些。 到现在国家嘛是有中华民国的passport啊，嘛是台湾独立啊，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哦，龙哥，啊，坚持自己的想法，实际上不是国际所规定的。好，这个是当时他们在旧金山和平条约的时候。 所订定的杜勒斯。好，这边有一条说，2013年3月12日，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决定，把4月28日作为纪念，这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生效日，1952年4月。 28号，这个当作主权恢复日，所以他们，在自己的内阁会议上，日本就决定这样的事情。我们看看那个《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第4条，承认美国军事政府对日本与日本。 国民财产处分的有效性，好，所以那时候早就已经有军事政府的存在。美国军事政府就是美国占领的地方一定要成立军事政府，那军事政府以后呢，按照战争法成立人民政府，就像伊拉克也是一样，当美国。 占领伊拉克的时候，也是一样
成立军事政府，然后成立当时伊拉克的人民政府。哦，那时候好几十个人民政府成立啊，但是美国只有承认一个政府，那就从美国移到伊拉克啊。这个伊拉克的人就是长官呢，就是美国承认。啊，进入到伊拉克就成立人民政府。那古巴也是一样，菲律宾也是一样，曾经美国都占领这几个国家军事政府了，然后成立台湾人民当地的人民政府。那人民政府成立以后，就看见慢慢的茁壮。那这个人民政府茁壮可以成为自立独立性的作业的时候，就给他定什么时候是独立的国家呢，还是自治的国家，那就看当时的。我要问一下，殖民跟割让，常常秘书长问的一个问题，有没有印象？殖民地跟那个割让，挂牛，有同款无？无同吼。挂鱼就是真正是也神圣不可分割。殖民呢，是会当成为独立呢，还是转让呢，还是卖呢？那就看当时的。所以今天很多人把台湾人民说，可以台湾独立。那是因为台湾独立是以前就是日本时代殖民我们的台湾，那今天的中华民国也是殖民我们的台湾，所以他们就按照联合国宪章的77条，所以人民靠人民来决定他们当地国家的前途，所以一般台湾独立的人都是用这一条一直在灌输台湾人民。哦，让台湾人，让台湾人，不是台湾人哈，台湾人可以独立、可以独立。结果他们不知道说，起码殖民，美国也在殖民，日本也在殖民过，然后中华民国中国人也在殖民，所以我们按照联合国的章程条例可以独立，所以都一直往这边打滚了。那你台湾独立，你势必要问现在的执政者，还要问真正的占领者，更要问主管收管的人，那这些程序都要做。所以我们秘书长说，我们将来就是成为中立国家，甚至可能跟日本联邦，这个是将来的路线。那这样的话，我们台湾人更有机会都跟无论是教育体制或是任何的政治体制，都可以学习美国三权分立，也可以学习日本，所以都可以改变中华民国的体制。但是有条件，就是要结束终止中华民国，这样才行。所以我们真正往这一方面去思考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们的使命更大。那今天我们这样的一条路，就是来到咱的民政府，安尼做会拍拼，这样呢，我们才有这样的机会。安尼好不？好不？等一下唱歌哈，有几个阿弥陀不是要唱歌吗？要吃饭以前唱歌，饭吃的多比较好呢。准备哈。哦，安尼真好问题。好，
我们先从背景了哈，大兴来背景来谈论，他记得是高山族，啊，然后梵净，梵人，然后变成熟番，够生番，难怪有那么多沙西米生番，后来山地人。 因为住在山地的，那白地人住伫山顶，阿要安怎？叫做啥物？是不是山地人？但是白地人唔肯啊，我唔是山地人呢，我是福建人呢，我是四川人呢。那无怪有遐尼济台湾人，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就是这样啊。 有人恁的祖先去广东啦、海边啦、闽南啦、福建啦，哦，那这个都是不能磨灭。但是我们事实要看看，70%-80% DNA 的时候，马偕医院的马丽小姐 DNA 几乎都是平埔族，所以咱的祖先大部分是北埔族。 那个就是熟番，熟番可以吃地瓜了，然后山地人就变成山地三包，然后平地三包，我们山地三包，你四包，他五包，然后为了这样的事情，十几年前我们。 高沙族跟原住民这边抗争，跟中华民国抗争说，我要证明运动，兴旺的假名。所以说，我们以前讨论山地人嘛好，平地人也好，山地三包也好，山地四包也好嘛，就在讨论的时候，哎，安尼不坏哦，哎，哦，钱包啊。 哈哈，啊，因为你没有在，你没有提供这个，我们真的讨论了全台湾的精英分子哦，牧师啦，还有大学生啦，老师都在讨论。那最后就是说，哦，这样原住民很好呢，晚来到底家的人。有的人说，无啦，大先搞了，不是晚来的，以前。 这个台湾是指中国的版图，都是偷的迄个小岛啊，听人讲的，<笑>然后变成说，哎，先住民啊，好啊，先住民嘛，无袂歹啊，有人讲，安尼袂用哦，什么先住民？先住民是台生已经死去了，死翘翘了，王姓的人叫做先住民，哦，安尼袂用，不行。 不能用原住民，所以用indigenous people，aboriginal people 就成为原住民，然后大家就争论，哦，安尼好，安尼卡比较喜欢听的，而且卡优雅，但是呢，我们来到台湾民政府的时候，秘书长给我们搞切。 他跟我说：“亚父，他小心哦，你们虽然说原住民，但是70%-80%的北埔族的后代的人，嘛是原住民呢。嘿，啊，你小看嘛，一直想想，啊，对啊。只要你们住在50年、100年以后，100年了后。” 拢赶快，拢是原住民，嘿嘿嘿，拢是原住民。那这样，原来的原住民消失了。就像我也喜欢用纽西兰的毛利族，毛利族他们会说纽西兰原住民山地三胞毛利族吗？不安尼的啦，毛 tribe。 Mao tribe people, not indigenous people. 他们不喜欢用
indigenous people, aboriginal people， 他们直接用 Mao， 毛利族，你知道吗？哟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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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哦，那个舌头一长的话，哇，整个黑熊部队，橄榄球世界有名的人，都是毛利的，所以他们不会称原住民，他们不会称纽西兰原住民毛利族，底加毛利族。 嘿，安尼听到有理哦。后，因为在无论是1623年或是1923年，日本的太子天皇的太子来到台湾，啊哟，台湾遐尼水 ，Formosa， 很多奇丽的，是那个的西马，哦，这个很漂亮的小岛。 这个岛呢，是 Formosa， 而且来的你们所称的 Vanjing 凡人，安尼对他们不公平，无公平，安尼即马叫做 Takasago。很多的 Takasago 啊，非常勇猛，而且睡个不是迷迷冒冒哦，紧睡，除了我以外了哈。 很多蛮英俊的，你看你在座的高沙族呢。以后我们1月1号去跨马，很多高沙族穿阿米斯穿自己的服装的时候，哎，美败呢。难怪我们在9月6号的时候，我底下嘛是跳舞哎，嗯，穿这个高沙族的。我们在日本是。 8月15号的时候，我们也在那边站着，我穿那个高沙族，哦，嘛是底下翕相。哇，安尼拍谁？已经无眼镜了，起码因为应用的问题啊。哦，这个是近视眼。后来他们就开始打高沙族。 那在1937年，日本管理台湾的时候变成皇民化，虽然那时候说，哎，那时候很少用达嘎沙果，是以前1623或是1923年的这个天皇太子所定称的历史记载达嘎沙果，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起码。 为什么让每尼在里位，到觐见这个天皇，然后又再去参拜忍者神社？那边有39,700的英魂底下，那大部分是达嘎沙果，所以他们一听到说达嘎沙果，原来达嘎沙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攻到。 菲律宾美军战地的时候，哇，很多个达卡沙哥，哇，这个当然台湾人也包括在里面，啊，达卡沙哥真的厉害，厉害到什么程度？给你们小秘密，哦，安尼啊，差一点哦，那是进去够进去几工哦，哦，不过秘书长说，假如那时候日本。 把那个菲律宾的那个油田炸掉的话，美国都不哈得了。刚好没有想到去炸，因为不知道。那给你们一个秘密，就是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李光辉有没有听过？哦，做过，阿密斯厉害呢。哦，这个很可怜啊，回来就说，十几年，哇，好，你刚在3年多就翘了。 因为不适应啊，在太平洋的时候，大概20-30年都在那边，以为说还在作战，结果他用野生，用野菜、山肉，胖胖胖，在那边度过生活。所以在那边度过了，然后被抓才知道说。
已经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已经结束了。不过在那一段时间呢，有几个高沙族的年轻日本人还有台湾人平地人，他们在太平洋作战的时候，真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吃了。那高沙族呢，我教你们吃野菜。这个平地人还有日本人说，那怎么吃野菜，我们又不是动物，今天就是芽菜嘛。为什么日本话说芽菜蔬菜，实际上就是野菜芽菜。所以就开始学习打嘎沙锅。那学习以后哦还不错呢，有一个日本打嘎沙锅的青年，他要找米的时候找不到，他就想说，哎，平常日军或是打嘎沙锅开飞机的一定不能缺少米，所以他想到说，哎，我们去看看一下飞机，被打下来的飞机。他真的进去了，找到了米哦，已经涨了他的稻穗了啊，就开始很久时间哦，然后就这个打嘎沙锅就开始种米。那一段时间一年两年以后就越来越多，哇，平地人说，哇，我们可以生活了嘛，因为可以采那个稻谷，就开始用手然后就煮米。哇，痛啊，不是这样痛哦，不是这样欢喜呢，哇，打嘎沙锅用小刀切着切起来，切个切，不是切起来哦，啊，就开始抓山飞鼠、山猪，哦，那个山猪，那个尼日利亚、新几内亚的山猪很凶啊，但是高沙族面对高沙族就不凶了，他乖乖了，那我给你们吃，就开始烤肉，哇，胖啊，好高兴。这个是事实哦，不是在开玩笑哦，在锦驾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载历史哦。所以同样的，这个都是互动的，所以非常然后谈到再回到你的问题了哈，已经变成打嘎沙锅了，然后就开始，因为原住民以后会慢慢的普遍化，但是打嘎沙锅高沙不会灭掉，请求纽西兰的毛利族一样，一听到打嘎沙锅就是台湾的打嘎沙锅，你到全世界也是同样，听到打嘎沙锅哦，就是在台湾，拍谁了？不一定了。好，这样的话有这样的机会，这个是名称，安尼清楚不？清楚嘛是有小插曲的哈。好，因为时间的问题哈，这些我们看看最后我们自己的这些都很清楚，都是在中华民国自己建立的了，这个我们都要去重新更新解释，所以我们的这个人就是例外的这个人，不忘大家再打拼，然后重新定心来创造咱台湾的历史。对，圣经讲一句话说，信使公义彼此产生，彼此相爱，这个，公义的来临就是你我的责任，让真正的事实，让真正的公义和平，咱执行的事都是点在咱的台湾，不是只在台湾，也是全世界的台湾人，这样好不好？好，辛苦大家，多谢，麻烦心目发来，六家心目挂了。各位好，安请起立。今日下课休困，楼卡一楼的餐厅用餐。赵明凯、张永华、
何秋红、陈少英，以上四位吃完饭之后7:30去一楼办公室找那个工作人员拍那个识别证。赵明凯、张永华、何秋红、陈少英，四位，谢谢。